肉包要卖两个啊。我馒头100块呀。馒头100块。哎呀，干嘛？照相呢？要照相。五元嘛，那五个。什么都是五个。对。馒头。我十个需要把我拿起来，等下昨天订。这个鸡啊，谁拿一个？都先到阿来接，接到忙里头去。哎，这个是不是你的？这个馒头的。这个不是我。就要个五边的那个。再一个试试看。谢谢你。哎呦，我还要叫人家加油，你好啰嗦嘞，真的。你要吃什么？肉包，肉包。只有肉包。哎，只有肉包了，可以吗？没。先卖呀。哦，先卖。